我们第二天来到顺化，然后我们在这里这一个晚上，刚到的这一个晚上，在一家酒店吃皇帝宴。那皇帝宴的话，整个这样一铺排，后面有宫女在演奏音乐。现在喝酒的这个是团长李先生。我们一方面吃饭的同时，有四位宫女跟太监在帮我们演奏。等一下我们要扮演皇帝跟皇后。为着让我们吃得津津，还演唱他们阅览的歌曲。来，对话一下啊！免啊！皇上、皇后讲个话啊！哎，红腰啊，红胸，你出来拍个戏，我那边不够人拍啦，叫你出来。哈哈哈！哎，好，就是个带你公仔，阿你就知啦吼，贴贴就好啦，贴几下电话啦。OK， 阿龙。他没有皇后的话，就来选个妃子吧。哎，皇上要选妃子。皇上选妃。老师再来一个香槟。好，暂停，按红色。这个龙椅还比皇宫里面的龙椅大。行吗 ？OK 吗？好了，好，好了。你讲话要小心啊，这对付不很好。好了吗？都录影了，都录，在录影当中讲的话吧。没有取代下来的这个。今天皇上威武出巡，哎，到哪里啊？到这个顺化这个地方来，哎。就是